放拳如猛虎，出枪似蛟龙。眼前的这套拳法刚烈威猛，长桥大马，大开大合，却又刚柔并济，长短结合。它就是广东南拳之一的霞家拳。身穿黑色功夫服，正在指导弟子练武的，就是霞家拳的传人，广东霞家拳会会长邓振江。他从小便跟随父亲邓景涛练习霞家拳，一练就是几十年。关于霞家拳的起源，在武林中有很多种说法，最多人传的说法是一位叫兴隆长老的喇嘛从北方云游到广东肇庆，来到庆云寺挂单，随后收了寺内一名叫王隐林的和尚做徒弟，把拳法传授给他。其中有一个和尚呢，就叫王隐林。王隐林练武就很有天赋的，咁啊，星龙长老睇到佢啲功夫之后咧，觉得佢个潜质系非常之大，咁咧就将佢自己啊嗰啲好嘅功夫教咗俾王隐林。咁当时咧系冇咩有教派嘅。晚年咧，王隐林咧翻广州，喺广州市开武馆。咁佢为咗纪念星龙长老教佢个功夫，咁佢就认为系合家拳好，即系作为系一个武侠嘅合。霞家拳的特色是长桥大马，长劲直桥为主，速度快而劲猛，身法活而步行高，进退灵便，手法多，快速多变，动作幅度稍大，劲道势猛，有绵里针之称。仲要话和滚啃珍珠嗰个先系叻人啊嘛，咁佢而家绵里针咪咁啦，即系实际上你睇上嚟我软绵绵嘅，系嘛，但实际上。我匿埋屋企练嗰时就唔系软绵绵噶啦，我就噼里啪啦打噶啦。即系合家拳咧就以闪击为主，啊，即系佢拆招咧，佢有防守后还击，有连消带打，有不招就打。而家合家拳咧就最厉害就系不招就打，就系唔碰对方只手添，我唔使掂你只手，我就靠个人一走咗位之后就还击你啦。合家拳咧，佢最常用，家就话最好用咧，系就系话敌进己进，敌进己进，进攻代替咗防守，即系实际防守嘅时候已经系进攻啦。咁啊，对方进攻嘅时候，我就已经系进攻人啦。咁啊，即系同步嘅。阿兆，冇得头啊！兆，阿兆，照镜一。嗰边闪过嚟破翼。在武术中，手和腰的力量是很重要的，所以练武时都要把手和腰锻炼得结实有力。霞家拳里有两个外形特别的道具，用来锻炼手和腰的力量。呢个叫石耳牌。咁佢同嗰啲石鎖唔同嘅，石鎖咧就係闊嘅，佢係扁嘅。一舉起嗰陣時候，你個揸力啦，又係呢、這個。如果你個腕力啊揸得唔緊，個腕力唔夠強咧，佢會發落嚟嘅，係嘛？佢會發落嚟嘅。嗱，佢一舉起，嗱，佢要控制噶嘛。嗱，你假設揸唔穩，佢會跌落嚟噶嘛。嗱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人就練個腰馬力，實際上練個腰馬力同嗰個手臂力、腕力、指力。呢一個咧就叫做石丹陀，咁又木丹陀兩樣都得，又揾石做就得，揾木做就得。咁佢就喺度碌，同埋依邊，係嘛？甚至就碌呢邊，咁一路岩過去，先打落嚟，再碌落嚟，打落嚟，碌落嚟。咁我最尾咧就練呢個橋力，跳起嘅橋力，即係而家佢要跳起我的手，係嘛？學呢度跳起嘅手個橋力，咁又係練埋腰馬，實在整體嘅。